们穿什么？在哪里穿的？像这样穿吗？他们怎么穿的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穿？哦，他们居然会穿这个。他们为什么会穿这个呢？他们到底穿什么呀？他们会穿像这样的东西吗？那他们船桨可以去哪里呀？穿什么啊？哪有人会这样穿衣服呀？说的好游戏，真有趣。现在可以来自我介绍喽。所以他们会穿这样去钓鱼吗？我的妈呀！熊熊呢？我们的熊熊呢？哦，快点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别生气，我在这里，好无聊，没人跟我说话，没人跟我玩，拜托跟我聊天嘛。呵呵，讨厌，我们走吧，去我家。你想玩什么游戏？熊熊，熊熊，别急，保持正面心态。嘿，男生们，这里需要紧急协助啊！哦，可以快点吗？快点去救他吧！只要找到他，还要拯救他。其实呢，我还不识字，从来没有人教过我。
们快点找到他，快点拯救他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熊熊，熊熊！不可能，一定会找到熊熊的。哦，他在那里啊！谁会相信这个故事啊？唉，我又要无聊了。也许你愿意跟我一起玩？一起玩，没问题，我们随时都能一起玩。是别人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应该让故事更精彩一点。他永远属于我，我也属于他。要破除魔咒，我们必须亲吻对方，他就会回到我身边。我应该要走了，我想要演给熊熊看，他知道我是最伟大的艺术家。Thank you.
是看电视转播的足球赛。爱上空中的飞鸟，自由又自在，抓也抓不回来。不，我爱的是他，而且他也爱我。你是属于我的，不是别人的。童话故事一样，一模一样。现在我们要解除魔咒，你必须做那件事哦。嗯，你知道的，你要亲吻青蛙，每一只，一定要的，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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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的。那算哪门子亲吻呢？要深情一点。要热情，放更多感情，还有更多火热的渴望。调查一下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